大家好，我是陈冠宇，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我新专辑《喃喃》里的《沙茶拌饭》。那《沙茶拌饭》是在讲说，两个人之间的一个，也说稳定的感情也好，你说它是变淡了也好，那里面最主要在说，既然相遇已经这么难了，相爱又不简单的话，那该怎么办？我是觉得说，大家其实就勇敢的走下去吧。觉得心安，可惜这种陪伴最后却成了习惯，没对话的情感剩下是牵绊，拼不了片段，回忆太乱，如果相遇太难，相爱也不简单，那怎么办？大家好，我是陈冠宇，想要听我的最新专辑《喃喃》，就在银河网络电台，给你最酷的好音乐。